那得说一下为什么啊？省事儿了，就是有人培养过了，要不也反正也挺好的。还有个更省事儿的，进门就当妈。份儿有点大，反正你在意。正常大家都说，哎，这姑娘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，好像怎么着应该去想想，就是并二婚的应该是不是在自己的选择范围之内的。我吧，我朋友就是总结我这处对象哈、啊、就是说我只要一处对象眼就瞎，就是只要我喜欢的人哈，就啥条件都不是条件就瞎了，就是什么条件都不是条件，各种都行啊。那我知道他这种感觉，就是只要这个男人这个型和外在的这个气质的感觉你喜欢，其他那些东西就可以暂时忽略了。对，我就是必须得是一见钟情的，日久生情这事在我这发生不了啊。十一号龙琪，没钱不得搂着点，那没钱越没钱越给你花越不抠，那不越来越没钱吗？那个我要是花你钱，那不是给你动力吗？不有一句话，那个老娘们不败家，你挣钱给谁花吗？